您好，我是您的朋友老崔。这样伸进去啊，颧骨、鼻子。耳朵，这面数再增加点，有点调不动。脸。下巴、到后面后脑勺呢，圆点，对吧？然后耳朵再大一点。然后嘴，法令纹，把这个嘴呢露出来点儿。那人的嘴啊，没有是。憋得回去的，没有那样的啊，那样就不是人了。下巴，法令纹有点重。鼻子，鼻子鼻翼呢要丰满一点，这个颞骨要凹下去一些，然后颧骨的位置。脸再大一点点，脑瓜顶再往下削一条啊。对吧？这样看舒服多了吧？眼睛，
对吧？现在看着是不是舒服多了？把这脖子往后稍一稍。做这种佛像啊、和尚像啊，心中一定要有敬畏之心的，知道吗？没有敬畏之心，做不好这个东西的。这个东西跟雕人是两回事儿，心中你有信仰才可以。没信仰这雕不好的。因为这个小佛像呢，它比较小，所以说那个面数呢，也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再升上也没有什么意义。这前面大筋儿啊，就给它按着那个，对称做吧。要正常的这个这叫什么？这和尚穿这个衣服啊，它应该是免筋儿的，就是左大筋儿压着右大筋儿，或者是右大筋儿压着左大筋儿那样的。这像个日本和尚，这前面是有一个这个挡的，对吧？你看，他这个原画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吧，对吧？我这还是没有偏差。啊，这个和尚有点年轻啊，他这个，原画里面的这个和尚明显是个老和尚，耳朵。
这耳朵后面啊，一样处理好。前面这个嘴，人中啊，该有的都有。整个这个佛像呢，看着些，它就会很带感。是吧？这样是看舒服的，舒服很多了。他那个眼睛是比较鼓的，咱也给他鼓起来吧。对吧？这样看着就舒服很多了。然后现在我们雕这个荷叶啊，这个荷叶。